掌厨。原料：鸡胸肉85克，圆椒60克，哈密瓜50克，胡萝卜40克，茄子60克，姜末、葱末各少许。调料：盐3克，水淀粉3毫升，料酒3毫升，食用油适量。做法：将洗净的圆椒去籽，切条，改切成丁。洗好的胡萝卜切片，再切成条，改切成丁。洗净的哈密瓜切片，再切成条，改切成粒。洗好的茄子切片，再切成条，改切成粒。洗净的鸡胸肉切片，再切成条，改切成粒。将鸡胸肉装入碗中，放入少许盐，水淀粉抓匀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腌制3分钟至入味。锅中注水烧开，放入胡萝卜、茄子，煮1分钟至断生。制作指导：焯煮食材时要把握好时间，以免影响成菜鲜美的口感。下入圆椒、哈密瓜，拌匀，再煮半分钟。把焯煮好的食材捞出备用。用油起锅，倒入姜末、蒜末爆香，放入鸡胸肉，翻炒松散至鸡肉转色，淋入少许料酒拌炒香。倒入焯过水的食材，拌炒匀。加入适量盐，炒匀调味。营养分析：鸡胸肉的蛋白质含量较高，易被人体吸收利用，有强身健体的作用。其所含的磷脂类是人体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的重要来源之一，幼儿常食有补虚健胃、强筋壮骨的作用。将炒好的材料盛出，装入碗中即可。功效：增强免疫，适合婴幼儿食用。看视频学做菜，就选掌厨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欢迎下载掌厨 APP。